应该是油干。油干啊、哦、也是很好吃的鱼。细吗？肉质是细的吗？我没吃过。哦、是啊。对。今天的竹青鱼大丰收。这边青鱼有点瘦。我鱼多到这种程度，这也是第一次看到的。自由了，不用抢，站着都可以捡到。要去弄个麻辣锅来，好像应该也没错。最近公安抓到比较多鲤鱼，希望的鲤鱼好看到再变少。其实林口就在稍微上个小山坡，就在那个就在台61旁边而已，所以其实没有来民发没有太远。然后去宜兰对我来说可能时间差不多，但比较远一点。鱼头红干，今天红干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大家可能吃到满足的，所以今天红干还有剩。昨天红干不到十尾，立刻就抓完。今天一样，红干，但就像大家说的，已经过僵直期了，10公斤差不多有。应该不到10公斤，感觉8-9公斤吧，应该不到十。
其实，对啊，这边以后还是要看，可能还是要看，还是要挑。煎好鱼头、鱼尾，啊、这是鱼肉，红干轮切。应该不是，昨天的红干都卖完，昨天看到红干应该都卖完。这边本来就有一些是还在僵直期，有些已经过了。你看就拿这个青一青鱼，这边青鱼身体有点软。但可能刚过江子期没有太久。你看，这边还是会有，已经过江子期了。会，它虽然现捞，但是捞起来时间可能不太一样，每一批捞起来时间不太一样。然后其实它这个剥皮，哎，这剥皮还在僵持。宜兰回来的都火的、啊，因为宜兰比较没有潮汐的那个影响，所以宜兰那边一天可以出两次，出海两次。他们回来其实一般游客没有拿的话，基本上渔行也会直接载走。去看看另外一区。宜兰那边基本上渔行是在跟那个一般散客在抢，所以鱼是需求大于供给。